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欢迎。世家之前来过，你还记不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有什么让你我把朱丹姐很难忘的顶起来那个点啊？根本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这是一个杂技动作，好吗？这是一张客全卡。这张谁用啊？肯定是世家。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好多卫兵来帮助大家。对对对。君君，我好感动啊！你就君君，化了，你是化了吗？完蛋了。你们谁的呼啦圈玩的最好？不会吧？就呼啦圈，都不太会玩这种东西。我这有三道题，你要一直摇这呼啦圈，不准掉。给你五次机会，行吗？十次，你好帅。十次，我真的那么帅吗？你好帅，十次，耶！开始，在剧组中，你们三个人谁最臭美？啊，转呼啦圈。三次啊！谁最爱臭美？何兰君。哦，世家。在剧组中，姬世家和张哲瀚谁的异性缘最好？哲瀚。没有，他那个汉字太难写了。哎，好，就是这个问题。哇！哇，特别棒，那就奔现场吧。加油啊！暴雨，一个神医的刀工一定要稳准狠。是。救命！救救我！怎么了？我的手。我看看，快！师傅，让我救救他吧。正好看看我的刀工。走你。来。但是这个点呢，就是程祖的胳膊其实是一个假胳膊，然后肖旭会把那个刀插在胳膊那个手上，而嘉宾这边呢，金世佳是不知道的，但是第二个嘉宾自己知道自己这个也是假胳膊，然后放在桌子上，然后金世佳来扎。我给你装一个假的手臂，但是你记住了，一定不要让他看出来。世佳。相信我，来吧，世家，稳准狠，有一包真就凑。咱俩的感情，世家，咱俩的感情。我的手，没关系。请我的手，没事。师傅，我还会身体治愈术。长出来！来！啊！长出来！能长到这儿了，虽然调不对，但还是长出来。谢谢师傅，师傅好厉害呀！
师傅好厉害呀！那我先撤了。走了。